脸书总统，脸书总统非常的有趣，他所有事情都要在脸书上公布，他的政府所有的重要政策都要在晚上发布，或者是在假日来公布。我马英九仅以全体参赛者的名义保证，为了让劳工体会无止境的血汗劳动，享受爆肝的快感，我们将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公司代运动会，秉持竞赛保证不公平、财团一定赢的比赛规则，致力于一个劳工一定输在起跑点的运动会。熊熊烈火，燃烧劳工，照亮财团，升旗！各位，我们马上升起财团共和国的国旗，这是这次我们运动会最主要的精神象征，就是财团共和国。我们非常照顾女性同胞，我的选票、我的选民有非常多是女性同胞，所以我非常照顾女性同胞。好，我们现在恭请马总统来 PK， 热身一下。哇，你看在背斗啊，只有一下，一、二、三，跳！哇，40000块，好啊，气感高，那可怜啊，我薪水是40000。我跳好的都是四十万的。好，第一年开始就业的时候，我们的薪资可能跟男性一样，大概是22000K。但是在第二年、第三年，我们女人的薪资大大的降低，只是男性的70%到80%而已。这是劳动力受到歧视的一个最明显的一个证据啊。虽然我们很努力的想要就业啊，但是呢，当我们有这个育婴假、有这个产假的保障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还是受到歧视。当我们请了育婴假要回到工作的时候，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。那所以呢，很多人也事实上也不敢请育婴假，但是呢，我们的托育又非常的品质不好，又非常的昂贵。由公世代青年的代表来跟大家挥挥手。
斯克三皇先生，这两位来一较高下。哎，我们看到赵董也来到了比赛现场，要替选手加油。哎，赵董也跟大家挥挥手，打个招呼。啊，气氛很紧张，相信这一场比赛一定精彩可期。好，这场比赛的裁判是由马总统来担任。来，比赛用的高房价与居住正义的杠铃也是由马政府独家赞助提供。哎，这两个大小没有不一样吗？马总统说没有，没有不一样，这两个杠铃是一样的哈。好，那我们谢谢马政府。啊，我们看到这一场比赛非常的不公平，所以大家请一定要帮东世代青年代表加油打气。好，哎，比赛已经开始了。哎，怎么年轻气盛的东世代青年面有难色，扛不动了吗？哎，另外一边的三皇先生怎么一派轻松，毫不费力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难道我们的青年要输了吗？马总统，你有看到吗？马总统，房价跟居住争议真的有这么沉重吗？台湾是亚洲房地产涨幅的第二名，我们的平均涨幅94%，意思就是过去10年台湾的房价涨了一倍。而相对的，过去10年我们的工资完全没有成长，到目前为止领3万块以下的人占整个劳工的45%。请问在这么高的房价，在薪资没有成长的状况下，如何买得起房子？所以东世代当然买不起房子，他根本承受不起。相对的，为什么我们看到投资客这么轻松的可以买到房子？因为在台湾的制度里面，投资客炒房子不是用自己的钱去买，是银行可以拿到非常低的利息帮助他们来炒房子。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投资客？是因为台湾的制度，我们是不动产炒作的全世界不动产炒作的乐园。为什么？